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边，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样咧，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系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咧已经系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咧，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咧，已经呢度咧有好多嘅客人咧，就系买咗翻去屋企度咧，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咧，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噶啦，联络电话系2882-4848。欢迎收听原网台嘅自疗法与你，我系 Della，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袁医生你好。Hey， 大家好，大家好。我哋一向咧讲开我哋啲用嗰啲疗剂啊，咁样咧，咁可能咧都处理一啲咧，或者一啲急性啊、慢性啊咁。咁咧喺个创伤性上边咧，都相信咧同类疗法咧都可以帮到嘅。譬如好似咧，系我哋有时都遇到啊，不幸地遇上啲骨折嘅情况之下咧，咁嗰个同类疗剂咧可以点样帮到啲病人咧，可以快啲去复原嗰个骨折嗰个方面咁样。嗱，你头先话咧，同类疗法喺嗰啲创伤性系可以帮到。我讲俾听咧，同类疗法咧发挥作用咧系最显著咧，就系你创伤啦。到时咧，你当时喺创伤情况，你有机会用到同类疗法咧，你就会知道同类疗法嘅效果系惊人嘅。冇错，，冇错。好啦，咁骨折好简单啦，只骨头断咯，系咪？断开骨头飞裂咗啦，咁样。咁当然有唔同嘅症状嘅，唔同类型嘅。咁啊，包括普通嘅骨折啦，即系我叫 simple fracture 啦，咁亦都叫做复合性嘅骨折，去 compound fracture 啦。咁即系话咧，骨端咧系突咗出皮肤嘅。咁仲有一种咧，就叫做旁弯嘅骨折，我叫做 green fracture 啊，旁弯，即系话咧骨头咧就出现咗裂痕，但系咧佢冇断嘅，即系佢可能咧你见到佢有少少变咗形咁样嘅。好啦，咁仲有啲系嗰啲碎裂性同埋压迫性嘅骨折，咁呢个就严重啦，系啦，呢个咧系 comminuted， 即系咧系碎咗嘅咁样。咁通常咧骨折咧系因为骨质松疏引起嘅，有啲咩年纪都好啦，咁都系因为你骨质松疏。当然啦，严重嘅创伤你骨头点硬都可能都会碎噶啦。好啦，咁受咗伤之后咧，就如果唔知道系咪即系有冇骨头断咧，咁当然咧就应该照 X 光检查，即系骨折咧，其实咧一定要即刻要睇医生处理佢嘅。好啦，咁你要留意嘅咧，睇下咧嗰个骨折嘅部位咧嘅皮肤有冇破损啦，咁即系你可睇到系咪突咗出嚟嗰啲骨折啦，有冇出血啦，或者有冇瘀伤啦，骨头有冇移位啊？咁如果直移位咧，咁当然咧你自己搞唔掂噶啦，一定要求医噶啦。好啦，咁同埋咧骨折嘅部分咧系咪？已经被固定咗，或者已经打咗石膏咧，咁样，咁即系当时你经过嘅，好啦，咁我通常咧，同我疗法嘅简单字啊，好简单嘅啫。第一时间有你冇你三金车，OK， 嗱，三金车咧系所有嘅家庭咧一定要常备，即系咧，你系一定有机会咧系用到三金车嘅，所以呢个系任何嘅创伤第一件事，三金车。Anika Montana， 如果是劇痛得好犀利咧，就服用蘭草啦 ，Epitorium perfoliatum 蘭草啊，痛到叫 break bone， 即系痛到自己嗰只骨头好似要断嗰啲咁嘅感觉。好啦，但系咧，当你个瘀痛同埋瘀伤咧改善咗啦，即系可能先用 Anika 啦，好咗啦，骨头咧即系固定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用咩咧？用截骨草。Symphytum officinale 截骨草 Symphytum 呢个主要嘅骨折嘅疗剂系将佢复合得快啲嘅。咁如果六个星期之后咧，就都好似觉得未曾完全好翻晒咧，咁你就可以用嗰个磷酸钙 Calcarea phosphorica 啊 Calcarea phosphorica。嗱，点解同疗法喺呢方面要有咁即系咁紧要咧？因为咧
有好多人咧，即系唔好彩意外骨折吓、嗯啊。我有记得我有个邻居吓，咁佢系揸电单车嘅，咁揸一个好大嘅电单车。咁有一次咧喺个路口咧，就电单车一转弯出路口咧，就俾个的士撞亲，咁啊撞落佢只脚，即系撞断佢只脚。咁我记得咧，佢就一直咧喺嗰个玛丽医院咧就系、是、住咗好多好耐嘅，好耐嘅。咁原因点解咧？佢嗰啲骨咧虽然搏好咗啊，即系用咗即系打咗石膏，但系咧佢个骨咧系冇办法愈合嘅。嗯，嗱、啊，佢唔系咁大年纪嘅啫。OK。咁即系话咧，好多时候咧，你虽然你做咗嗰个医学上可以做嘅嘢，但系咧，如果你冇同类疗剂咧，你嗰个复原嘅速度咧系唔会咁快嘅，同、埋你嗰个减轻嘅痛楚咧系冇咁快嘅。咁、所以咁你食咗同类疗法之后咧，可以咁讲咧，好快你嗰种痛会减咗噶啦。OK， 咁当然啦，同类疗法唔可以代替将个骨。移正翻位吓，石膏啲唔可以代替佢啲。你移咗位断咗，咁梗系要绑翻好先啦。咁、但系咧，你同时即刻用同类疗法咧，会令到你骨折后嘅长期嘅复原咧系会加快嘅。咁、所以咧系骨折咧系同类疗法一个好好嘅应用嘅地方。好啦，咁除咗疗剂之外咧，咁仲有啲咩要做咧？咁当然咧，尽量咧都系唔好移动个骨啦，系咪？费事对个组织有进一步嘅伤害啦。咁需要咧就用 X 光进行检查下啦。跟住有时佢哋咧就会睇住嗰个骨咧复合得好唔好啊。咁我亦个如果有啲病人咧，好多年前咧就出现呢啲咁嘅骨折，咁跟住咧就打咗钢片添。咁咧跟住咧就每日都帮我照 X 光嘅。咁我觉得就过分咗噶。咁佢哋会咁做噶。咁鋼片打咗㗎喇。營養素呢可以用鈣同埋鎂囉。即係鈣係2:1啦，鈣同埋鎂2:1咁嘅比例。ok， 好啦，咁基本上呢有嘅療劑呢再個別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嗱、三金車我記得呢所有家庭呢都揸住一個咁樣嘅療劑。你一定呢係好多情況之下呢都可以用得着嘅。好啦，咁三金車對呢啲因为出血啊、瘀伤啊嗰啲微丝管破裂、瘀伤痛同埋啲任何嘅创伤、肌肉酸痛啊，好似俾人打咗身嗰啲咁样，咁皮肤下边咧就有啲青青蓝蓝啊，咁生金车嘅人嘅个精神情绪状态咧，当时咧就系想独自嘅一个人喺度，即系唔想人骚扰佢嘅。咁亦都好多时候咧，佢会讲咧，其实冇乜事嘅，冇乜事嘅，我冇问题噶，咁样唔使理我啦，咁即系好多时候呢啲咁嘅嗰种情绪表露出嚟嘅。咁生金车嘅人咧，好多时候咧会觉得咧，瞓低嘅时候咧，梗系张床系太硬嘅，搵唔到一个舒适嘅软嘅地方嘅，成日都觉得哎呀有啲嘢唔得嘅吓。好啦，咁通常咧就帮助啲复合性嘅骨折出血系好好嘅。咁总之第一时间生金车。好啦，咁嗰个磷酸钙咧 ，calcium phosphate 咧，就系话咧系即系有某个程度上咧系一种营养嘅作用嘅、你嗰啲骨咧系好耐咧都唔好啊，咁样啊，即系嗰阵时讲已经冇乜痛噶啦，但系咧就系、即系冇完全愈合。咁记住咧，嗰阵时候咧记住用 calcium phosphoric， 咁开始我用纤维盐嘅6X 都得嘅。好啦，咁蓝草咧要 petroleum。perfolatum 咧叫崩石咧，通常咧系骨头剧烈嘅痛嘅，啲骨好痛好痛，肌肉咧感觉酸痛同埋瘀痛嘅，同埋咧个人咧就系、好想饮冻饮嘅。呢个系蓝草嘅情形。跟住就接骨草啦 ，symphytum 啦 ，comfrey 啦。咁接骨草咧通常咧都系咧系断骨啦。咁发现咧嗰个骨咧系复原得好慢啦。受伤之后咧。我受嗰种痛咧，好长时间仲系痛。OK， 咁呢个咧喺呢种嘅情况咧 ，symphytum 咧就好快嘅。我最近有一个病人，咁佢咧就发现嗰、那个嗰只脚嗰个脚面咧就硬系痛嘅。咁你摸落去咧，就又唔觉得有啲咩软组织伤啊咁样，但佢系硬系觉得啲有啲痛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同骨有关啦。咁我就咁俾个接骨草佢，嗰、那个痛即时就即刻舒缓。即系佢冇断骨。
但嗰種感覺咧，好似佢骨斷咗咧，呢種咁嘅情況咧，都可以用截骨草嘅。嗯 ，OK， 好啦。Okay.好啊，咁啊，多谢阿袁医生帮我哋介绍咗今日咧一个即系啦，头先提过啦，其实喺创伤即系有机会吓，即系不幸遇到一啲创伤性嘅，好似骨折啊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当然啦吓，喺肉眼上面，除非你已经好似头先讲过一啲嘅系即系复杂性嗰、那个，你见到啲骨突咗出嚟，如果唔系咧，其实咧都系要透过咧嗰、那个X 光嗰个照射出嚟咧，先至知道咧嗰、那个位置系点。咁样吓，咁如果冇移位嘅，纯粹系裂咗或者系断咗啲咁样样咧，将佢个位置放翻好咗之后咧，再用呢个铜类疗剂咧，就可以加快咗佢嗰个复原嗰个嘅情况，亦都嗰个嘅受嘅痛苦，当然系亦都系会系减少好多啦。即系骨裂骨痛咧，系即系骨断系好痛嘅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嘅听众咧，个家中常备我哋呢啲嘅铜类疗剂啦。咁嚟紧咧，我哋亦都会咧再即系会推出。出咗嗰个一个整套嘅一个家庭常用嘅疗剂，就系我哋每次呢个嘅题目之下咧，都可以有呢啲疗剂用到嘅。咁如果每个家庭都常备到嘅时候咧，咁遇到一啲嘅急性嘅问题咧，都唔需要咧担心啦。咁好快脆咧，已经用个铜疗剂咧，可以处理到帮到嘅时候咧，咁真真正正可以带到咧大家健康快乐嘅人生噶啦。嗱，咁咧，我哋即系都极力咧推荐啦，喺同类疗法咧，因为咧系好，即系尤其嗰啲创伤急性咧，其实你最好就即时有办法处理嘅。系、咁就算有阵时候咧，如果你屋企冇呢啲疗剂备咗喺度咧，你就算听到我节目 ，OK， 你知道边啲疗剂可以用咧，你当时系冇得用 ，OK。咁所以我哋公司咧就已经咧就系、是、开始咧就准备咗一套吓。基本嘅五十几只疗剂啊，比较多啲用嘅咧就成120几只嘅。咁呢啲疗剂咧可以咁讲咧，你可以用一世咧都唔会过期嘅。嗯啊，咁当然咧会用完嘅，你有机会用。但你有机会用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咁讲咧，系呢个一个最好嘅投资啊，同埋个健康嘅保障啦。咁我哋咧会不断咧喺呢个节目咧就会同讲解大家咧系不同嘅毛病，我哋点样医。咁當然啦，我哋盡量咧先由嗰啲簡單啲嘅、容易入手嘅、容易處理嘅嗰個毛病咧，係單一性嘅毛病咧，係開始先介紹啊。咁當然啦，同療法咧對好多啲嚴重嘅慢性病咧都非常之有效嘅啊。好多時候往往咧，我嘅病人咧都係嗰啲病係出面好多方法醫唔到，咁先至嚟揾我哋嘅。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咩嘅病都好咧係淺中醫，第一時間出現。即刻處理，咁所以咧，屋企有一套啊嘅療劑備喺度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保障嚟嘅。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咧永远都系讲求一个咧就系及早嘅治疗吓，就唔好将佢搞到咧系复杂化，有好多后遗症嘅先至搞嘅时候咧，咁相对所需要嗰个嘅时间啊，或者系嗰个嘅能力咧，都要更加咧系长啲、复杂啲噶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就留意翻啦吓，咁需要嘅时候就即刻快啲嚟我哋嘅店铺嗰度，六创意店铺嗰度咧就系准备咗啲。疗剂喺屋企啊，先啦。咁多谢袁医生今日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做个会诊嘅。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关啲健康产品或者系同你疗剂嗰方面嘅，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好，今天麻烦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